恭喜曬 OMD 得獎，得咗依個咧Most Valuable Service Award 啦。我想問一下依一個獎對貴公司嘅公司員工啦，或者公司嘅客户有咩特別嘅意義呢？咁好多謝 Middleton 頒呢個獎俾 OMD 先啦。咁其實我哋作為一個全公司都是做服務的公司，當然得到這個獎也代表了我們在個行業裏面和我們員工的努力都得到一個認同，也都很希望在將來繼續為我們的client 和我們的行業做得更加多的貢獻。我又想問多一點其實在你們的行業裏面現在最大的挑戰你面對什麼呢？我想香港不是一個很大的 market， 所以變成我們在個市場競爭力上面就很著重在個 efficiency 啦，同埋點樣可以諗到一啲 creative solution 俾我哋 client。咁所以近年來咧，我哋都好集中咧喺data 方面啦，同埋一啲創意方面咧，點樣結合咗媒體嘅能力咧，去做到更加有效嘅一啲廣告嘅一啲 campaign 啦。咁務求咧令到我哋嘅客户嘅 business 咧更加可以成長得更加好咯。好多謝曬，再一次恭喜 OMD。多謝。